Jam 唱《我是歌手二》先跌300万。在内地爆红，疯狂开演唱会，狂赚人仔的 Jam， 众所周知全靠参加《我是歌手二》，但原来 Jam 赚人仔之前先要跌人仔的。听闻 Jam 上年能够参加比赛，原来全靠经理人张丹先给了300万入场费给大会湖南卫视，当然都要 Jam 够实力才可以入到决赛啦。不要以为300万一次过算数，之后 Jam 在内地每一场演唱会都要再给多10个巴先涌的。但以今时今日 Jam 的搵钱能力，他经理人张丹没计错数了。